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我的世界啊，我们现在玩的叫多人空岛篇啊，现在我先进来了，去，好吧，咱们在这儿干嘛呢？我们在这个地狱啊，这地狱原来是啥也没有的啊，然后咱们扩出来这么个地方，然后刷猪人什么的，我们需要金力，然后做那个金苹果，然后要给这个僵尸村民治病啊，快死，对，打他。OK， 我看一下啊，你非得打我吗？哈哈，呦去，没打着。哈，哎，弹回去啊，在我脸上崩是啥意思啊 ？OK， 把这些金剑呢，咱们给烧了啊，烧成那个金力，然后咱们攒吧，一点点攒，已经攒不少了啊，把这些都换成金锭，够了吧？够了，都冒了啊，可以做个金苹果，还不错。那咱们回去啊，回去吧，不太好回啊，容易死半道啊，我把这个带回去啊，离家还挺远呢，咱们把这个带回去，然后呢做一个金苹果备用着，现在缺一样东西啊，就缺一样东西，什么呢？糖不是用那个甘蔗做的吗？现在问题是这样啊，小伙伴们，这个甘蔗现在根本就没有，哪有呢？那个谁有啊？那个叫啥来的？流浪商人有，流浪商人有吧？他需要绿宝石来交易，咱们根本就没有绿宝石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要回家。哎、我这个孙子！哎，我的妈！我看一下啊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做金苹果，然后咱们留着。现在这个糖啊，是真整不了。咱们想了好多办法，钓鱼，还有想赌那个，赌那个什么，那个叫啥来着？掠夺者啊，看看能不能打。咱们看到过掠夺者，可是呢，掠夺者他又，我看一下，掠夺者他又那什么啊？这个就看到一回，还被打到深渊底下了。你怎么个意思啊？去！老是刷啊，那个流浪商人是老是刷的状态。OK， 那咱们就把这个苹果是不是搁这儿呢？三个苹果，苹果还挺多呢。OK， 那咱就做一个啊，金苹果是吧 ？OK， 做一个金苹果，咱留着呗，留在这儿，这还有那个金子呢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弄啊？我看看啊，这样，行。那咱们怎么办呢？现在这个也弄完了，咱们弄个钓竿钓鱼吧，再钓一会儿吧。最好是弄一个掠夺者。你看咱们这边掠夺者，我在哪儿看着的呢？我是在这个刷怪塔的建刷怪塔的时候，在刷怪塔的上层见过，就见过一次。然后我把我的小伙伴招过去啊，我说这边有掠夺者，然后他们过来咱们给打下去了，掠夺者就死了，好像掉到深渊了还不是死了，然后就消失了，然后就再也没看着过。掠夺者是唯一一个能触发 buff 然后把那个卫道士给招来的这么个机制啊，现在唯一的绿宝石的办法就是打那个卫道士，没有卫道士，这个有一点点让我们为难，现在 就想弄个甘蔗或者是糖，咱们在这儿挪出来一个这个僵尸村民，咱们就可以养村民了，有村民交易，咱们这个空岛里边就有这个钻石镐子啊什么之类的啊，咱们钓会儿鱼吧，现在又卡住了进度啊。 OK，这个基岩版钓鱼机啊，这个有点恶心啊，恶心在哪儿呢？ Java 版的是可以实现全自动的，它这个咱们还是发现的这个机制，这是半自动的，看着没？它已经钓上鱼了，我啥也没动，看着没？点右键，啥也没钓着，什么鬼？它有几率还钓不着，看一下啊，我现在啥也没动啊，右键也没摁着，是吧？咱们等着吧。哎呀，金苹果弄了一个，现在就差糖了。用糖来干嘛呢？做那个叫发酵的蜘蛛眼，然后拿那个炼药锅，这个是钓上了啊，看着没？
它属于半自动的，还不是这个一点自动没有啊，有点难弄，上哪儿去搞个糖呢？现在就卡在这儿了。其实咱们现在已经很好了，你看，这样不行啊，必须得飘在水面上才可以达到半自动的状态。就你现在转过去也没事，他听到扑通一声啊，他就那个吊上了，是吧？咱们慢慢看吧，咱们听听声啊。其实你干别的也行，你别摁右键就行。他现在正在吊呢。你看现在已经钓上了，我背对着钓鱼，咱们看看钓没钓东西，有一小部分几率是钓不着的啊。这样收点那个鸡蛋吧。 OK， 这个猪呢是我的小伙伴空气啊，在那个空地上刷出来的猪，然后咱们给这个搞来了啊。你看这钓上了，看到吗？它这个鸡眼板呐、啊，这个机制啊是完全不那什么的啊，不讲理的，就没有逻辑可言啊。OK， 我看一下，这样，然后呢，生鱼，反正咱们吃的不缺，你看这全是生的，熟鱼有啊，熟鱼我拿一半吧，已经钓上了，看见没？啊，咱们看一下啊，鱼是不缺啊，把它飘起来，哎，不行这样。搭在边上，也不知道是这个压力板呢还是什么的，是我的小伙伴空气发现的这个。哎，他说，哎，这个好像能卡住。那这样的话，咱们就不用死盯着它。一般钓鱼不都得盯着吗？对吧？你得一直盯着。咱们现在缺铁，为什么要弄这个村民呢？想弄一个无限村民，然后缺铁。现在问题是，我看一下啊。咱们这普通的杆掉的慢呢，哎呀，你看还出来个这玩意儿，嗨，这个是空气啊。 OK， 加上呗。好吧，那现在饿了，吃口饭。空气啊，咱们有那什么啊，有那个金苹果了。空气啊，现在就差糖了，怎么也弄不着。空气，你看，喂，你看呐。你看见没呀，别后脑勺对着我。喂，这人，你聋吗？哎呀，怎么还有萤石呢？这个萤石应该是那什么吧，搁这里边刷的那个女巫，好像是女巫弄出来的啊。萤石放那儿干啥呀？放这儿啊，东西不好找。萤石有啥用啊？哎呦我的妈，这一天这你滴了个鱼干啥呀你？我再钓一会儿吧。我去，我睡莲都能钓着，你就不能让我钓一个甘蔗吗？咱们为什么钓鱼？就为了甘蔗。钓出来老多东西了，我给你们看看啊。啊，这个是啊，不是这个不是，唱片是钓的，皮革、水瓶子、鹦鹉螺壳，还有这个两个海绵。还有什么海洋之心，看到没？这个安，这还钓个海绵，它不能落落吗？ OK 这样。哎呀，钓上了是吧？你看你根本就不用看的，也是个奇葩的钓鱼方式啊。这是鸡眼板现在玩的，很奇怪。那现在糖是没有了，掠夺者是在那上面见过，咱们想想办法啊。那个地方刷睡莲是什么？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睡莲是什么东西。它跟枕头差不多。咱们这边呢就想，原来是想刷那个什么的啊，刷那个叫啥来的，掠夺者来的。睡莲好像钓不到，小伙伴说，我骗你呢。睡莲不知道是什么，你这我怎么解释？你给我整懵了。这个平台不好使，游戏里有枕头，我瞎掰的。我想在那边刷，
可是有必要吗？这边是不刷，这边怎么怪一点不刷呢？是不是因为他们那儿离我们太近了，整的跟那个刷怪塔呀，两边刷怪塔抢，现在应该是睡莲到底是啥？哎，我去看看，谁把睡莲收起来没？就是沼泽里边整的一片一片的那个那个植物叫睡莲，你能不能说我懵了都？这也没啥呀，这刷不出来呀。睡莲不知道是啥，你这就那个圆圆的那个植物啊，那玩意儿不常用。以前不是那什么吗？以前那个耕地的时候不得放水吗？水上面放个睡莲，不就是踩不进去吗？嗯，我看看啊，你看，你这是什么原理呢？掉着皮革了，小伙伴，很多小伙伴就可能根本都掉不着那个。我们要是能掉着糖或者是甘蔗的话，这个坑咱们就牛了，是吧？咱们已经掉了这今天啊，现实时间掉了三天了已经。小伙伴说那不叫荷叶吗？Java 版叫睡莲，我不知道这个叫啥，这个基岩版不知道叫啥。出来个商人在哪儿呢？就去看看。这空岛其实挺好玩的啊。有东西吗？啊，他交易呢，我看不了。有啥用啊？他卖啥呀都？蘑菇，甜菜种子。那只能换岩浆啊，他能换岩浆哎，再换一个吧。咱俩是一人能换一个呀，还是说只能换一个呀？火药咱是有点，这玩意还不能多换啊，一人只能限购一次，好像还。你晚上了，你怎么不喝那个隐形药水呢？你怕是个假的吧你？你别给推下去了。哎呀我的妈，唯一不用绿宝石交易的就这个啊，岩浆。哎呀，小伙伴就终于看到你玩我的世界了。小伙伴们，回应一直在给你们坚持玩我的世界，是你们不看。那老多小伙伴了，说一看回应放方舟的视频，哎呀你怎么不玩我的世界了，你背叛了我的世界。我说小伙伴，你多长时间没看回应的视频了和直播了？得有两年了吧，有的时候三年了，有的时候四年了。我说你都不看啊，你抽风看的时候我就得玩呗。什么人？哎我去，我本来想给你拽过来点。好在他们有拴绳，我把他打死。好别打了。我看一下啊，皮革也不缺了。其实这个皮革也得留着啊，小伙伴们。啊，那我给他们杀了得了呗。为什么要留着呢？因为以后还得附魔呢。我试试，这个弓箭都要坏了。我怎么连点工具都没有啊？板锹，拴绳，我看看啊，拴绳有。OK, 拴绳扔这儿，然后我看一下啊，皮革，这还有皮革呢。都攒到一个地方啊，省得以后不好找是吧 ？OK, 咱们这个鞍呢，能不能放到装备里边去？我啥工具也没有吗？木头有没有？锹有没有？斧子？锹有一点，斧子没有。那我砍点木头。这地方老是积雪啊。要不给这个地方咱们那什么得了，咱们给盖个盖儿吧，要不然老有积雪，有时候会来那个暴风雪是吧，然后就会被盖上，然后这样的话好像就他就不愿意刷怪了。空气啊，咱们能不能按那个地狱那儿，咱们再找一个别的那个区块啊，咱们这边叫积雪的针叶林呢、啊、叫，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平原什么的。或许会刷出来别的东西，比如掠夺者那个什么塔，是不是啊？我砍点木头吧。哎，我的妈，太难了。
还行，今天也还算有点进步，比前两天强。怎么进步呢？咱们有金苹果了，起码。为了那一颗金苹果，你说咱们折腾多长时间？往那边搭，那个地狱吧，就有一个地狱门，加上4×6的一个平台呀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地狱是吧？跟你想的地狱有点不一样。大概这个意思吧啊，来个斧子，来个镐子，然后呢，来个锹，是吧？再来一把剑 ，OK， 可以吧？好，还不错啊。你还骑上了，你还？你骑上羊驼是什么鬼呀？哎呀，我也能骑吗？废话嘛，我也能骑。骑上羊驼，这多吃饱撑的。